翻译的很好，以后英文就该这样。那确实，简单明了，简洁易懂。我们家为什么没有 AP？ 佛了。狗头人多拦截，33法强，确实有点猛。这把看看出可血还是出挺进？挺进吧，最近可血好像不是很厉害。可血没有机动性。求番号，求什么番号？人正经电视剧。没了，狗头人。靠！小兵没动。不是挖的，你别吃啊！好，少个兵。来，不抓得，六个兵，我们九个兵。他只能用一补刀。红路云 A 接口，顺便再穿一下。来三，5秒、5秒、4秒、3秒、2秒，一上来闪现 W 点炎 A 接口 E 死。升级了，正好还打个闪，挺好。他要没升那一下啊，我估计他还不能闪。来个875，出门。狗头人死一把，巨伤无比。哎。他是抠的炮车了吗？他怎么有18个抠了呢？也去乌迪尔把佛爷哥杀了，我们去插个眼去啊！狗头人注意，就别连兵带人一块让他抠就可以了。一上来抠一下，平 A 一过来，平 A 红怒晕，再平 A。没出来了一下，他要么指 A 兵，要么指 E 兵，要么指 E 我。这个炮车我不可能让他补，他只能用 E 补。他这个12层他不可能有。不行了，回家出装备。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这蓝也不够啊。
这是什么意思？花条来了，花条再吃河蟹。开个大吧，无敌儿，我都没想杀，我一看狗头人这么肉，我心不行算了吧。哇，这无敌儿有点猛啊，这他都敢越啊，不抓得你难受不？我得不抓得。无敌尔，哇，无敌了！挺进2200。波扎德 Q 了51个兵。其实也挺多呀，狗头人8分钟坑50个也还行。他出小反甲了，慢慢 Q 吧，不抓得，来让他过来，控一下线。平 A W 铁四边，平 A 平 A 红路 Q， 下波我要他死。还不走啊，还不走，不抓得，快过来，完了，无敌尔他上身了，完了，我可老猛了，无敌尔，他上我的身可老猛了。这样吧，这把俺们要个布甲还没有 R， 他没有 R， 你不干他？这个佛爷哥，我怎么感觉他还搁我旁边呢？
看看吧，先推个线，不知道他在没在。有点害怕，说实话，这波没有大，啊，现在可以。呀，好一掉了，我靠！塔皮没吃到，哎，亏了，亏的有点多呀。把这打了吧，哎，我马上到。耗了他半管血，看他走不走啊！把兵线推了也行吧，推完以后我们再创一头，这必须得再创一头。我操！谢谢你帮我打蛤蟆，捡个甲挺好。回家了，我们来挺进破坏。节奏好慢啊，真的节奏好慢啊，打了半天我这三个人头，狗头人难杀的要死，就那哈哈哈哈玩了半天，整个破冰心，整个破反甲，一个破步甲，一个小屁孩，一身破烂子，而且连 AD 都没有，一点攻击力都没有，出个小破多兰戒，赶紧过来把他杀了，受不了了。有点难，我有挺进，还追呀？来一个皮孩，他们家也就这佛爷哥四个人头，咱只要不让他杀就没什么问题。不过现在一打二确实比较难打，那狗头人太幼了，我们的装备也
我要再有件黑衣切，我就拿个双杀。来，中路我赶他一波。哎，直接闪了。先打个蓝，上路可以杀呀，来把跳弹都给他打了，给我追你了，来跑快快，谁能抢到这个人头，没抢着，把上塔拔了。我觉得第二件咱也别黑切，哎，算了，黑切吧。哎呀，黑切吧，黑切吧。黑切乌迪尔是出右的，我们不用再右了，我主要就是必须高一点，能一打二就行了。黑切卸手，黑切卸手，反甲振奋，我上去找狗头人去，你们随便玩一玩，希望佛爷哥不要搁旁边，今天的狗头人我们必杀。旁边是不是有人啊？旁边是不是有人？可恶，那佛爷哥这人咋没了，看不见，九级以后这人没出现过。我挺进 W A 接 Q， 真肉啊！一过来，跟我变大，又叫人。简直恶心！中塔给他推了。打不过了，你净给我扯淡，他打我都不掉血，还打不过了。小龙啊，兄弟们，哇，双段一挺进，致命点烟眩晕接 Q， 好大，小龙，小龙，你可能都不知道那个狗头人抠了多少兵，我让你看一下啊，那个狗头人他20分钟抠了264个兵，他抠人都不掉血，他主要用那个大招伤害烫人，你知道吗，出右装用大招烫人，
다음 사람은 누구냐? 等我黑切了，我们就好打他了。关键节奏太慢了，不停的发育啊！<音> 这把应该带传送，我说实话，快跑！直接大龙，啊，直接大龙，这还不大龙？我搁下路一站，他们抓我，你们就大龙？哎，死个屁的吧！我往前上，那金克斯都搁下路都不来了，都不去了。 他们家那福耶哥怎么老没呢？这人。 下边玩猴吧，感觉不好塞呢。玩鳄鱼都这么难杀的狗头，玩猴更没法杀了。玩猴现在是打不过他，他们这慢性死亡，你们没发现吗？三条小龙加外塔全拔，上路高地还没了，这就是慢性，整个一慢性死亡。 你点他一下，他就死。对，因为他是武术牌，漂亮。算了，我直接卸手吧。哎呀，算了，还是黑切吧。直接卸手，在这个段位不太适合我们。 直接卸手没有伤害，打那狗头人更打不动，没有黑切不行。哎呦我这无敌！这个奥杰给他帕克还死了。 포탑을 파괴했습니다. 포탑을 파괴했습니다. 포탑을 파괴했습니다. 미쳐 날뛰고 있습니다. 포탑을 파괴했습니다. 제압되었습니다. 杀个发条，GG。 GG，GG 思密达。 没办法，确实没办法。那没有人啊，那狗头人也不打人，狗头八千，狗头人八千那个什么，八千经济。